今天我们来到位于高雄鼓山的美术馆特区，这里拥有高雄市中心最大的绿廊空间，串联邻近的中都湿地公园及马卡绿园道，大面积的绿意环境结合生态与休闲的多元功能，形塑出城市最美的生活场域，使美术馆特区成为指标性的豪宅聚落，堪称是城市地段之王。掌握城市绿金的无限价值，光州建设打造这一座艺术民宅云翠，基地紧邻爱河右岸，坐拥自然绿意景观与人文艺术空间，在家就能享受到现代城市中难得的休闲与惬意。云翠在这一次的外观选色上使用了大地色，那它可以呈现比较内敛沉稳的特质，那另外有搭配一些白色的线条来做几何图形的勾勒。那此外呢，我们还有设计高雄厝的景观阳台，从外观来看的话，它就像一座城市里的灯笼。光州云翠规划地上23层、地下4层的晴天地标，室内规划43到58平、3到4房的居家空间，在设计中融入了艺术美学，专注每一个细节，让住家如同艺术品一般耀眼夺目。我们这次在一楼的部分有规划了很丰富的公共设施，一共有12项，其中包含了阅读室、那 KTV、健身房，还有我们的泳池、交易厅。还有厨艺教室、lounge bar、琴房等等。另外，在室内建材的部分呢，我们也特别选用了 Panasonic 的电脑马桶、日本的三斜气密窗。在厨具的部分，我们也选用了德国原装进口的 Light 厨具。那另外，在水质的部分呢，我们公司也特别引用了 Aqua Clean 水净科技的净软水系统，让家中每一个地方只要用水都能够享有到有用水的好品质。光州云翠周遭生活机能完善，青海商圈提供便利的餐饮以及购物机能，未来随着台铁捷运化及轻轨捷运路线规划，加上爱河轴线优质的水岸绿化景观，提升休闲与交通机能，成为投资或自住的绝佳首选。即刻入住美术馆富人特区，高品质生活无可比拟。